给老爸拍个照，刚送完我走。哎，又到机场了，好久没坐飞机了。今天我要登上新的行程去三亚，准备出发喽。过安检，机场安检还是挺严格的。今天是10月31号，太原机场的人并不多。来了以后看见很多地方都空空荡荡的，也许是中午的缘故吧，感觉人特别少，座位都是空的。今天坐飞机要去三亚，中间要在南昌机场待一个小时。去南昌机场转机是我这次航班特意选的，因为我没有到过江西，所以说我专门找了一班转机的飞机去南昌晃一晃，看看南昌的一个景色吧。进不了南昌市，最起码去南昌机场看一看，这就是出来玩的一次目的。到了三亚应该是晚上8:35，已经通网了，已经预定了滴滴顺风车，现在已经有人接单了，挺好。到了那边去临水还得走50-60分钟，1小时。哎呀，晚上回了家应该就已经到10点多了吧。一场辛苦的旅行从现在就开始，我们南昌见。Security. Civil aviation security. All disruptive acts are not allowed.